哎，大家好，胖哥，幺妈和幺爸从那个在哪里啊？巴中啊，拿了这么大个羊腿回来啊。昨天大爸已经宰好了，今天中午把它煮来吃了啊。这么大一口，应该有五六斤。现在像。椒和羊肉是绝配啊！现在应该差不多了啊，看一下白里啊。哦，烧掉你是吧？啊，那不行。把这个羊肉的搭档到去。我喝点汤。还有。多炖点萝卜，那个萝卜好吃。走啦，走啦。炖了一早上，终于炖好了。其实我把锅里火全部退过了，把全部退弄细，不然等会儿还那些要融。今天都是我们一家人在楼底上吃啊。